哎，飞飞等会儿，你快去看看吧，默默打电话都吵起来了。吵起来了？对啊，不知道啊。喂，这房租能不能不要涨呀？你这年头涨个钱多不容易啊，你别涨了呗。赶紧去看看吧。木木啊，那个我刚刚和财务商量一下，决定给你涨资。对。为什么呀？还为什么？菲菲都是对你关心吗？为什么？你刚才打电话呀，我都听到了，房东要给你涨房租嘛。你说你一个小女生，又要上班又要交房租，多不容易啊。就是。决定了啊，对，干。哎，等一下，老板啊，什么给我涨房租啊？是给你涨房租。给我涨房租？什么情况？这栋楼是我爸的，我爸说要给你涨租，被我劝下来了。你爸的？这栋楼是你家的？啊、不仅是这栋，那一排都是我们家的。不是，这木木，你说就咱这条件上什么班啊？对啊，直接回家躺平不就得了？我这不行了，这赚你的工资，收着你的房租，双赢嘛。要不就说现在富二代有上进心哈。以后这种小活交给王毅干，哪能让你亲自动手？我是飞子，怎么能让我干了？你呀，人家给咱省几十万，这点活让人家干，你寻思啥呢？哎，左木木，左去我办公室喝茶去。哎，你不喜欢喝茶，给你点奶茶。不是我这我。